知道几时会遇到嗰个佢。我叫李嘉华，是一位摄影师。咦，乜咁啱嘅？咁啱嘅，上次真系唔该晒你喎。唔该你。Hello， 咁啱不如一齐啊！嚟啊，帮我哋影相啊！在这个晴朗夜空，惊现了微风，拿什么形容你的脸容？呢一日我遇到嗰个佢。有没有一段旋律在我的心里，可以代表着可爱的你？会不会太在意？会不会太大意？哦，都是你 baby， 和你一起赶走失意，只想和你拥抱爱的神奇，和你一起分享甜蜜，直到天荒地老，直到永远。大家好，哇，阿妹过来啊，妹过来。这个呢就是你爹哋经常同你提起的细侄阿 Manna， 啱啱喺美国翻嚟。这个就是我的女阿 May 啊。阿 May 你好，生日快乐。咦，咁迟噶，快啲入嚟啦！妈咪，我来同你们介绍，这个是我朋友嘉华。开口了，阿弟了。李生，为人父母，边个都想住你幸福。以你目前的条件，我觉得阿 Man 是阿 May 最好的选择。希望你明白。无论你愿不愿意，你都要跟阿 Man 去美国。每一段真正的爱情都不是单方面的，是对方要做出抉择的同时，自己都要做出抉择。